宝贝宝贝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抓娃娃呢。抓娃娃，你能抓上来吗？我们来一个比赛好不好？我抓一次，你抓一次，咱看看谁能抓上来好不好？那我先来吧。我先没放，哎，不用放这么多了，我先来啦。好，我先来一个硬币，我把它放到里面去。开始喽。给我抓一个大的。好嘞。抓了一个。啊，没有抓上来。再来一次。哎，怎么抓不上来呀？你不要给我动行吗？行行行，什么？哎，什么？哎，这个。哇，我好厉害呀！我抓了两个。好，该你了，我看你能抓几个。反正我抓了两个，我是最多的。你试一下你，加油哦！我看你啊，一个都抓不上来。加油哦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没有抓上来吧？啊，小朋友们帮帮你好不好？小朋友们赶紧给他加加油哦！加油，加油！你那个时间快到了哦，你还一个没有抓上来啊。哎，没有抓上来，加油。你的时间还有十几秒啊。加油加油加油。你看小朋友们都不帮你了。啊，失败了吧。你抓不上来了。没有分钟了，噔噔，一个都没抓上来，反正我抓了两个。